好，翻嚟大 L 嘅《我的歌》，張武孝啊，你識啊？你知邊個啊？我知道大 L 咯。咁啊，大 L 咧係我嘅師兄嚟嘅，佢應該係第一屆嘅加密仔啊！嚇，咁我一入去方文嘅時候咧，有一年我見到佢嗰時方文1981年到啦，我見到攞住個蛋糕翻嚟咧，即係請啲阿 Sir 啊校長食，咁我知道啊，原來大 L 係我哋嘅師兄嚟嘅。咁呢一隻叫《我的歌》，之前都播過㗎啦。咁頭先我一播呢歌嘅時候咧，咁我應該喺度諗，唉，真係你話我歐就好，點都好啦。即係其實我都好嘗試去接受現代而家啲新歌，但係真係我又唔好似我仔咁偏激嘅，但我真係覺得以前啲歌咧，無論曲詞同埋唱，都係比得好而家好得太多啦。咁加上呢條剪片影住個舊以前嘅香港啦，電影啦、電視與文化漫畫啦，甚至乎一啲啊，你話香港係文化沙漠，我哋其實都唔能夠咁講嘅喎。我覺得我哋好多即係啊。你用次文化嚟形容啦，其實都蓬勃到啲袋裝書等等。咁嗰個時光就過去咗啦。咁啱啱啊，風水豪就話：，屌行撚完啦個地運。咁我覺得咧，運係會有上有落嘅，即係人一樣噶嘛。國家係咁，人係咁，社會係咁。不過我哋人嘅生命有限啊，我哋能夠睇到下一次香港再走上巔峰咧，可能真係會有喎。50年、100年、100、200年咁，你就冇咁長命噶嘛。咁而我哋有幸喺嗰個時代經歷嘅時候，你唔覺㗎，即係嗰陣時雖然好開心啊，好繁榮啊，你唔覺嘅，因為每一個人自己有自己個人，就算個社會幾繁榮都，你有自己個人嘅憂慮㗎嘛。譬如你份工可能做得麻麻地啊，可能感情嗰時啊，或者朋友嗰個社交做得唔好啊，你雖然喺個盛世入邊，喺個好嘅氣氛入邊，都覺得好寂寞，好覺得自己都。考格格不入，或者唔能夠享受到都好成果，好羨慕啲人有錢啦，可以飲5000蚊支、10000蚊支啊香檳。而家回想，原來當其時係咁瘋狂瘋魔嘅喎。嗱，事實上嗱，你話風水輪流轉，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嘅運，每一個人都有佢嘅運。但係又係咪可以去到曾經香港咁樣咧？我真係好懷疑嘅。嗱，你講唔好講咩啦，講翻80、90年代啦，講80年代啦。你全世界，我唔知，我去唔到，未去過全世界啊嘛。你有邊度好得過香港啊？冇啊！大家諗啊，而家唔好即刻答住啊！嚇，你美國會好過香港80年代，英國會好過香港，歐洲會好過香港唔會啦，日本會好過香港，韓國、台灣，喂，香港就係咁巔峰嘅 ，and that's why 香港會有種傲氣嘅嗰陣時啲人，或者個自信心好強啊！行緊運唔同嘅，始終因為香港係去到一個咁嗱嗰陣時我哋未有民主啊，但係真係自由開放。全球仰望啊！而家幾十年前佢仲喺漁港嘅喎，亞洲四小龍之首喎、啊。喂，仲要其實係遠遠拋嚟嘅，你問我，即係人哋譬如亞洲四小龍入邊，唔好淨係講錢啦。人哋對台灣、對新加坡、對韓國，嗰啲直情對香港莫及啦。嗰陣時，佢哋直情香港喂大佬，你真係比肩嘅。雖然後來我哋自己講咩咩紐倫港，咁嗰個其實係形容個股市咧，但係香港真係一個。國際大都會嚟噶嘛，啊，雖然佢可能唔夠東京咁繁盛，但係佢比東京更加開放、更加國際化，而嗰個反差係咁大啊嘛，即係去到後來係嘛，屌真係，唉，從前夢境不再擁有，我不禁我都要唱首我的歌，呢首歌係我的歌，咁係啊，鄭伊健都有好多啦，唔止添啊，如果呢個我的歌啲咁嘅歌名咁啊，大 L 啊，張武孝嘅歌，好啦。咁但係又唔識，你話喂，譬如你哋啊，如果移民揾到好嘅生活，人生匆匆，適應咗當地生活，其實養大啲細路，你而家30幾歲、40幾歲，眨下眼啊，大學畢業兩個仔，你望下自己58歲，啱啊，同啲同事去遊下嗱，嗰陣時經濟能力冇咁大，冇咁壓力冇咁大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同啲同事同佢或者老伴咁啊啊，去啲旅行啊行下，點知發覺爸爸媽媽開始。身體冇咁好喎，翻嚟探佢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咧，冇得再探啦。咁啊，要送走埋爸爸媽媽咯喎。然後你望下塊鏡，翻去執好曬啲嘢，又過咗幾年啦，62歲。咁當然喺今時今日都好後生啦。但你慢慢發覺體力又開始差啲咯喎。OK， 佢嘅仔又點啊？而家做嘢，開頭佢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咧，佢都仍然好似讀書嘅時候，又係翻嚟食飯嘅。但係一年後、兩年後，佢開始少翻嚟食飯。點解公司開始即係你投入咗個社會啦，有可能拍拖啦。過多兩年，佢同你講帶個女朋友翻嚟喎，哎呀，見下個女朋友先。
然後眨下眼佢話結婚喎，你再梳頭嘅時候，你望下塊鏡，哇兩鬢斑白，原來你已經係72歲啦，眨下眼。好啦，跟住幾年你就百年歸去啦。跟住個仔啊，個仔啊幾時咩啊？誒唔好講呢啲啦，而家我哋都唔興生啦，養狗養貓，咁啊同你去埋旅行啊，啊咁你都好似仲有好多嘢未做，好多心願，好多嘢未講。但是你就到頂了，你想不到啊！喂，自己先生都係75歲啫，身體咁好，點解睡夢中就咁樣走咗啊？係啊！你都不去探究原因啦，係咪打咗 Covid 啊？定係點打咗針？打咗支疫苗啊？定係點樣咧？啊！搞完佢啲嘢，即係執個相簿嘅時候，哇！睇住自己，睇下你就瞓著去㗎啦。唔係啊！第一次睇你細個，你老豆老母幫你 BB 嘅時候抱住你，你仲係 BB 恍如昨日嘅相，而家都垂垂老啦。跟住入小學啦，跟住望下啊呢、這個小學個同學喎，鄭美玲喎，劉瑞鳳喎，中學啦，啊好掛住啊，哎呀好掛住啊 ，Cecilia 原來同你中一至中五嗰五年入邊都一齊食飯嘅 lunch， 好啦，然後見到你同你先生拍拖嘅時候嘅照片啦，啊對上個仔出世前同佢去啊呢一、這個印尼玩啊巴厘島啊，啊啱啱離開巴厘島就大爆炸啦，望下望下個相簿揭下，哇揭到嚟！突然間去到2000年度，點解冇乜相嘅？因為是 digital 啊，冇乜點曬相。咁於是乎攞部手機出嚟啦，睇下個孫啲相嚇。哇！你唔係悲哀，係感慨人生嗰種。你所以你話人生係乜嘢？彈指即過。嗱，咁你話要用咩態度啊？你唔會唔死嘅喎。啱啊。係嘛？你而家更有風芒咁盛，即係你最終個結果係一樣嘅喎。我哋唔用宗教嗰個歷練嚟睇啦，就只係話，如果既然係咁短，彈指即過，咁啊好好過你嘅人生啦。即係點樣好好過你嘅人生咧？喺呢一世人，呢、這個唔知係你個性格定係個天意啊。你想做嘅嘢，想追求嘅嘢，嗱當然啦，即係不如事十常八九啊。但係盡量試下去追求咯，試下去做咯。有陣時有啲嘢我哋奉獻咗一世，有啲人啦，譬如社會運動啊，去追求嗰種制度啊，追求個民主，咁佢可能係唔知為乜嘢而追求。簡單啲講，就為人類、為同胞嘅幸福。但係其實如果你想你嘅下一代，我唔好講子子孫孫啦，都唔撚認得佢哋啦，係下一代啫，能夠唔使追求呢啲嘢，可以原來佢中意畫畫，咪盡量去。即係將你短暫嘅人生去學習畫畫。落文穿竹金絲嘛，好多年前嘅事。唔係㗎，真係㗎。你盡量要去做，你去追求。如果唔係嘅，一代一代，大家都嘥曬時間去發展自己嘅興趣喺短暫嘅人生入邊。你仲有一代人咧，就係要完成呢個目的㗎，唔知幾時啊？咁當然啦，呢個世界上就咁撚奇怪㗎啦。完成呢個目的咧，明明係一個可以。好安樂、好自由嘅社會，硬係有啲人要咁撚賤嘅。屌你老母閪，好撚地佢唔知死嘅，要行翻轉頭，咁你真係冇辦法。我講緊美國咋，我唔係講邊度啊。嗱，今日咧有單新聞嘅，好撚怪啦嚇。咁啊喺一個叫美國奇觀死，一死咧我頭先夾硬用直咗用中文啊。我唔記得 American 唔知乜嘢科嘅聲明入邊咧，呢、這個組織咧而家超過，而家應該陸陸續續多啦。應該接近300個啦，超過200名退休嘅將軍同埋海軍上將咧，出咗個 statement， 我係公開 statement 嚟嘅。佢哋話 ：OK， Donald Trump 佢有一個好好嘅成功啊 ，the record of success 即係成功記錄，亦都履行過美國總統所需要嘅最基本職責。佢講最基本職責係咩咧？保護國家安全。保護國內嘅安全同埋美國憲法，所以而家係超過200名嘅退休為將軍同埋海軍上將咧，係聯署咧出咗一個咁樣嘅聲明啊，支持特朗普。咁啊，我唔呢、這個等美國人嘅選擇啦。我見到好似阿 Bruce 啊，即係我喜愛嘅美國嗱落雨路歌手啊 ，Bruce Springsteen 咧又話佢係咩最危險嘅人。我啲啊，你哋同我講阿 Trump 有咩咁危險？好啦，講一單新聞啦，一單就算數啦，就係咧之前都有人po過出嚟嘅，
但係呢一個咧叫做申請俾人屌，咩事呢？近日有個港媽在社交平台度發文，佢話：啱啱小朋友生日，咁我咪去壽司郎度食嘢咯。啊，佢話原以為壽司郎可以為壽星仔過上一個有趣又難忘的生日，但係店鋪的員工不是很熱情，令到佢覺得很無奈同埋好搞笑嘅咁寫。佢話真係搞笑啫。佢話可以帶埋蛋糕到場，駐場員工同佢講：哇，你哋要自己清理個高盒嘅喎。啊，當時佢仲未覺得有問題，到點蠟燭嘅時候，全間店竟然冇蠟燭喎。啊，後來店內同事提醒我。就話其實我哋係唔會幫你準備呢啲嘢噶。雖然後來終於有同事幫佢問到揾到個火機嚟點蠟燭，但係當事主再要求店員提供碟仔食蛋糕嘅時候咧，對方就直言我哋唔會俾啲碟你食蛋糕噶。跟住我問佢攞餐，啲同事話唔能夠提供喎。係嚇，咁啊事主話最後佢哋只能夠用豉油碟嚟分食蛋糕啦。就喺文末警世度話提醒大家，如果上嚟慶祝生日要食蛋糕，千祈唔好喺度啊！咁啊，事後當然引咗好多網民留言嚟屌柒佢啦。梗係啦。好嘅，大部分網民唔認同佢嘅事主行為啊。唔收你設備就話係啦。嗱，我哋又分拆開嚟講，我話分拆開嚟講。作為壽司郎，如果我係嗰個店長，我唔俾你入。我唔係，我唔知嗰個經理會係點樣做，即係我係店長啊。我不知道經理上面會有什麼啊指示，我一定要跟公司的規矩去做。我不知道，我當啊他沒有特別指示，我們可以自己執生的話呢，啊我有幾種做法。第一，他訂檯的時候我不知道，如果我見到拿蛋糕，啊不好意思小姐，我們都不可以吃其他食物的，這是一個做法。嗱，你諗，但係如果諗住我哋做生意嘅，人哋帶埋小朋友嚟慶祝生日，唔好咁掃興啦。OK， 咁我咧嗱，當然咧，咁啊可能係因為佢食蛋糕，因為其實壽司郎都會有蛋糕賣嘅啊。咁係咪會影響咗我哋嘅生意？俾緊租，俾緊人工啊。咁我咧，但係如果唔好咁掃興嘅話咧，而公司冇好強硬嘅 instruction， 一定要我咁樣跟住做咧，咁我可能會同。啊！啲同事講，即係照俾佢我嗱，一係唔俾佢食，我同你説住，你真係攞走。一係咧，我就反而我即係俾我係店長啊，做生意唔緊要啦。啊，其實我哋就唔抱歪呢啲嘢嘅。不過今日你開即係生日開心，咁我哋都咩啦？咁但係你要講到話唔俾佢咁樣出口咧，我唔知啊。因為而家啲壽司郎啲同事，佢有冇足夠嘅語言技巧去表達？我都好懷疑。OK， 應該冇。但係。最大的問題都是這個女人，她給你也好不給你也好，最後你都可以在裡面吃，甚至乎拿了豉油碟，她因此而要洗了一隻碟，OK？ 你做什麼事啊？給你人情，真是老鳳啊，給你人情啊，真的像你所說，給你是人情，不給你就道理，屌你老母閪，你黐撚線啊，你還可以拿來投訴，屌你那麼弄閪著數，屌你老母閪，喂我真的，喂你老實說，如果我帶個蛋糕啊去人哋度食飯，我一定會問噶。喂，請問我可唔可以帶蛋糕嚟啊？我有冇收費啊？咁你都要知噶嘛。係咯，係嘛？屌你老母閪！喂，俾你食偷撚笑啦。咪咯。啊，仲好搞笑。仲要攞蠟燭、攞火、攞蠟燭，你又唔自己準備。咪咯。係嘛？食壽司都有蠟燭。即係嗱，唔係，老實講，我好都話啦，我服務好啲、開心啲，即係做生意冇得咁計到咁盡嘅，我都明白嘅。是一件事，但我不給你也很合理的，是你不應該，為什麼所以說香港很公道，結果是其實全網民是屌柒他的，不是屌柒壽司郎，是啊，沒人罵壽司郎，為什麼你還要去投訴的意思，坐上做生意，你記住，人家排隊，即是人家這間店排隊排到這樣的，好了，你吃完東西，屌你，等很久啊，壽司郎，又要在那裡屌你，弄什麼什麼什麼，老實說，我就是The King of壽司王，是啦，因為點解咧？我係過去十年啦，十年八年，總之我去日本，我今次我下禮拜去日本，我都會食一餐壽司郎嘅，一餐咁多啦，嚇、啊！因為我要留翻啲 quota， 食啲靚嘅壽司。但係我同大家講，點解咁多人去香港咧？因為點解咁多人去日本咧？
因為日本的壽司郎便宜很多啦，第一。日本是全線都便宜嘛，你想想啦，他吃個雪糕，百五yen。哇，周瑜。百五yen就幾錢啦？六十蚊咯。七百蚊咯，你香港都廿幾蚊嘅喎，十幾廿蚊嘅喎。十幾廿蚊啊！雪糕。係啊。係嘛？喂，而且，喂，壽司郎喺度睇下喎，你日本壽司郎好食得太多喎，香港壽司郎越做越差喎，唔撚掂喎。喂，不過唔驚，因為元禄更加差。嗱，其實元禄咧。我都沒吃元禄咧喺佢即系话诶，即系、社会事件之前啊，佢唔系咁差噶喎，佢而家直情系差。嗱，当然我近时冇再吃啦，系我都冇食，系难食啊。咁你就食死啦，系嘛？而家啲人食元气啊，食寿司郎啊，唔系我头先系讲元气啊，系讲元气，我讲错咗元禄啊。元禄执咗好耐，元禄执咗好耐啦。即系老实讲，我去即系。你去壽司郎，即係如果我同我老婆兩公婆食壽司郎，或者類似呢一啲咁樣嘅壽司店咧，即係有啲高級格嘅啊，其實食極你都係港幣喎，兩個人百零二百蚊、二百零蚊頂曬籠喎。日本壽司郎嘛，日本壽司郎或者比壽司郎高級格嗰啲啊，你香港你點都要百零二百蚊一個人啦。咩啊？嗰次我同我老婆去壽司郎食五百幾人啊！唔係你大食啫，我唔係我食唔到噶啦，我以前就得，我而家食唔到噶啦，食唔到咁多嘢啊！啊，屌你老尾！咁你點可以唔去咧？各位網友係嘛？好啦，我哋賣下廣告先。嗱，下一節咧，我哋翻嚟咧就會有阿同你解疑難啊，高曹。嗱，聽日星期六，我琴日講咗就唔再講啦。我哋黑卡，我哋會繼續998蚊。有一年的會籍之餘咧，咁我有翻九百幾蚊嘅禮品送俾你喎，有威士忌啦，有三文魚子啦，又有嗰、那個熟圓杯。今晚我會解凍盒三文魚子，一陣提我。咁我哋聽日咧可以咧同啲網友一齊 share 食下，好撚好食噶，係最頂級，我唔會買 cheap 嘢嘅。係咁，你哋記得聽日上嚟食魚子。係啊，我唔會買 cheap 嘢嘅，各位放心啊。好啦。嗱呢一隻啦，聽日阿風水豪你就唔喺度啦，因為你聽日有啲開會 ，OK。咁啊各位如果要問卦求卜嘅咧，一陣我哋下一節啦。嗱，其實咧，阿風水豪佢鋪位有好多服務，你係唔知嘅，咁一陣可以係講下啦。嗱呢一隻咧就係小道阿澤啊嘅新產品，二蘭三星葱油拌麵。$55有四個嘅，嗱，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 must try 嚟嘅。當然啦，你問我到而家嚟講咧，我自己個人嚟講，我都中意食鵝油或者和牛，但呢啲係個人口味。OK， 咁呢個係 must try 啊，一定要食嘅三星葱油拌麵，聽個名字都正啦。OK， 阿澤有時喺底度牙刷嘅，因為啲麵咧，佢係解咗咗坑啊，你食過啦？係啊，我見佢有介紹過啊嘛。於是乎咧，佢嗰啲油啊索咗落去咧。所以你就係佢就係高你一格啦，你又要俾人指啦 ，OK？ $55呢個新產品嚟㗎。真正去嗰間咩關帝廟嗰啲關帝面啊。好，再下一張。嗱，面神，嗱面神，我咁而家有三款口味 ，OK？ 有味噌啦，有另外一個豬肉，唔使啦。嗱呢一個咧，大家留意住。嗱呢一個係拌面嚟嘅，拌面嚟㗎，即係話弄完啲面，跟住咧另外咧開咗啲汁啊，佢有包汁嘅，同埋啲味粉，跟住我嚟點啲面或者撈啦，你中意咁，我中意夾喺呢邊點嘅。你食過未啊？面神食過一包藍色嗰包。藍色嗰包，嗱老實講，面神叫得做神，當然係神一般嘅存在啦。我係比出邊賣貴$1-2嘅，點解啊？我講埋啦，因為我奇貨可居，人哋冇貨。我有貨，咪賣貴$1-2咯，因為本身賣$18-9，咁咪$20啦。咁啊，大家可以試下嘅，唔多貨㗎嚇。好啊，真係唔多。好，下一張。嗱呢一隻咧就係我哋個老友講正正式式，我琴日拎咗出嚟啦，最好食嘅公仔麵，唔係之一就係佢啦，中華三味。但係佢唔係講呢只，佢係講綠色同埋紅色嗰只冇貨嘅。咁但係我而家有貨咧，就係麻辣火鍋味。我今晚會試下嘅，因為其實佢最好食得過嗰個麵質啊。咁大家都可以試下，唔會差嘅。我覺得中華三，其實呢個係咩字？呢個唔係味字嚟嘅喎，中華三活啊，啊都係味。三味真火個味。係啦係啦，都係味，就唔係味道個味，三味真火個味。OK， 再好啦，寶寶茶嗱，寶寶茶咧$168一盒，28包。
買四盒咧就會送多你半盒，而且有個特價俾你，$736，好多人買。嗱呢個寶寶茶咧，我而家都飲緊，即刻飲翻啖先。嗱，我話咩舒壓啊、消脂啊，其實就多餘嘅，最主要係隔糖，將你吸收落去身體嗰啲啊碳水化合物咧，隔開佢，隔一半，一半到咧，一半到都好緊要。嗱，其實個道理係點樣咧？佢上次阿 Daniel 佢講過啦，譬如呢一個班房入邊有40個位、嗯、，OK， 你飲一煲茶入去，因為有冇虛葉嘅成分，佢、嗯、就霸咗你20個位，哦、即係隔咗一半。咁於是乎，你另外嘅你吸收嗰啲，你食嗰啲碳水化合物落去，飲嗰啲糖水落去，佢一糖化咗嗰啲糖咧，佢最多都係能夠喺留喺你個腸啊、胃啊，得20個位，因為你個 classroom， 咁你咪會瘦咯。你咪嗰啲血糖咪會低咯。係 ，OK。咁但係呢個咧講明，如果係對付糖尿病嘅朋友咧，呢個係治標就唔治本嘅，即係要不斷飲咯。好啦，下一張。嗱呢一個咧就鐵皮石合超細粉啦。嗱呢一個咧就係治本啦。嗱我唔講佢咧點樣滋陰養顏，最主要咧佢生津啊，就係令到調節咗你其中一樣津好重要嘅就係胰島素。當你能夠有正常嘅胰島素分泌嘅時候咧，咁啊你咪同你。即係分解啲脂肪啊，唔係啊，同你代謝啲糖啊，咁你咪冇糖尿病咯。嗱，其實咧，我琴日咧，我睇嗰啲科普節目啊，似乎糖尿病咧，我諗未來十年啦，應該可以喺西方醫學啊，有機會徹底根治啊。咁犀利？但係屌，咁唔出奇嘅。咁呢個世界上。你醫完呢樣有嗰樣㗎啦，咪咯，行火運係應該醫療先進。醫療呢樣醫療呢樣嘢又有第二樣嘢出㗎啦，呢個世界上係嘛 ？OK， 咁呢一個888蚊公價，我哋特價748蚊，買每一盒就送你一支攪拌棒，買三盒咧你可以唔要攪拌棒，要個攪拌杯，隨你自己中意啦。咁我而家飲緊㗎，我都幾 recommend 大家㗎，我下個禮拜會驗血啊 ，OK，好再去。好啦，我哋嘅醋翻咗啦，醋同一時間當然我哋嗰啲咩夜尿王啊、甜尿王啊，全部翻曬啦。我亦都唔特別講嗰啲醋。阿風叔喺度咧，唔好話做兼職啊，成日睇住啦。其實我哋嘅鐵杆兄弟啊，即係最其實撐喺我哋個店咧，其實嚟嚟去就係支醋，從來都係啊，即係我哋而家你哋聽節目就係因為支醋，因為支醋有免費節目聽，係啦。我哋能夠養家活兒嘅，都係因為支醋。所以咧，我希望大家咧，咁當然啦，我靠支醋揾食嘅，咁又咁咁多人買，佢梗有佢嘅效果啦。我諗你聽過好多啲客嘅分享啦。好嘅，咁啊特別係咧啊，你有三高嘅朋友啊，或者啊中過風啊，咁你都係好都即係我覺得好需要。咁就算你其實我覺得依家到40-50歲，你唔好理你有冇病，係咪都買開始飲噶啦？一日飲一杯一支200幾蚊飲一個月，因為佢可以軟化血管啊嘛。OK， 好下一張。咁當然啦，木經眼藥水啦。你個襟兄，你個打孖兄弟啊，撐起你間鋪嘅兄弟。又唔算嘅，木經眼藥水有。木經眼藥水780蚊，而家特價係唯一我哋噶啦，全港我哋最平噶啦，580蚊。咁啊你哋通常都有咧，咁眼攰嗰啲都有啲人嚟買嘅，但係通常都係有啲症候噶啦，有咩黃斑病變啊，又呢樣嗰樣啊，又白內障啊，其實咧。小朋友又好，即係我啲視力，我啲近視都少咗50度，我啱啱完眼啊，所以即係你話能夠係咪可以去到 fix 到你正常咁，我唔夠膽講，咁但係一定幫到手嘅。咁啊特別係年紀大嘅朋友啦，因為有啲防眼中風啊、糖尿上眼嗰啲，全部都 OK 嘅。木經眼藥水啊 ，only 喺我哋度580蚊。下一張安宮牛黃液，嗱呢一排我哋賣好多，唔知點解，原來咧轉天氣咧，好多人會有小中風嘅。我都唔知道，哇！呢排突然間砰砰聲，又係咁出幾廿支。嗱，各位網友，嗱，我哋而家做緊特價，我唔記得係1200蚊定1250啊。安宮牛黃液同安宮牛黃丸，顧名思義都係嗰樣嘢啦。但因為係液體，佢亦都冇毒素喺入邊，所以呢支嘢咧，我哋係除咗係急救用之外咧，亦都係可以用嚟做保健嘅。咁過去我賣咗話2000萬盒嘅安宮牛黃丸啦，北韓嗰只啊，當然嚇，甚至乎馬伯良又冇辦賣過，真正嘅安宮牛黃丸同仁堂嗰度賣過。咁嗰啲咧，因為佢入邊咧都係安宮牛黃丸斬下冇曬，冇曬啦，係啊，我買得平啊嘛。但係嗰啲我要提翻大家，嗰啲咧其實係我哋急救用嘅，中醫就唔建議大家咧，即係譬如佢話過一期就過一期，你買嗰粒噶啦，就唔建議大家。
無端走去食㗎，因為佢即係始終有重金屬同有毒素㗎。反而安宮牛黃液咧就可以啦。And that's why 泰國皇室成員就御用產品咧，同埋呢個都係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禮嚟嘅。OK， 即係其實木即係正神水咁大個 branding 咧，得兩隻產品係國禮，一個就係木姜眼藥水，一個就係安宮牛黃液。咁你呢一隻咧，又一就嚟到期咯，我又冇中風喎，唔好嘥。咁啊，其實你平常如果你銀紙多嘅，因為千幾蚊支嘅550滴，你日日都可以飲20滴落啲滾水度飲都得㗎。哦。啊，咁但係咁又有啲重皮咯，即係你1200蚊啊60日到咯，有冇60日？550滴。冇六十日。嘥一個月到啫。一個月到啫。啊，咁當然好多人覺得到啦。好，下一張，星龍王。哇！今日係咁賣。其實我日日都係咁賣。過嚟都係都問。啊！我唔特別講啊，嚇。咁有個網友話：喂，佢唔撚得喎！呢個網友咧成日話同 friend 買嘅，佢啲 friend 擁蟲泰又話唔得，撥又話唔得，黃精片又話唔得，連星龍王都唔得，根本係咪唔得啊？你個 friend 佢根本就唔得我啦。喂，其實咧可以飲馬卡咖啡啦，星龍王冇話唔得嘅，我哋試過曬㗎啦嚇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最新嘅本來上演今日上嚟，我下禮拜先啦。就係我哋最新嘅啊，即係第五代嘅擁蟲泰啦，哇 ！I've tried last night， 我琴晚試咗，勁，唔識講啊！我試咗兩晚先 ，OK。試到咁啊，嗱，仲有一個禮拜啊，公價580蚊，我哋賣350蚊。過埋下禮拜四之後咧，嗱，下禮拜四我唔喺香港啊。過埋禮拜四之後咧，禮拜五就即刻580蚊一支噶啦，即刻啊！係，冇，就係所以大家放心。我絕不食言，我對住燈火講，如果我唔加價580蚊一支嘅，我屌你馬建言，連同我一家三口全家死絕，屌你妹細細，就算投冇得投胎，你老婆鬧啊！投胎嘅，屌你老母閪，咁我唔會一個加價咪唔會咯，咪唔會應呢啲咁嘅誓言咯。係，咁你禮拜四12點都即刻加價啲。係啊，都話咯，我屌你老母，我如果加價嘅話，就算屌你老母投胎嘅，屌你老母世世代代，屌為奴為婢。男嘅做賊，女嘅做雞，仲要係最撚難賤嘅野雞，屌你老母臭閪！一定加價，唔撚使講嘢。而我話俾你聽，佢都係會咁買嘅，反正咪咯。因為點解有料到喎、啊，大佬下一張。